看看新闻网。那离九月一号的香港小姐的总决赛呢已经不远了，选拔呢也是日趋白热化。如何在镁光灯下保持美丽及仪态？我觉得这些佳丽呢可能还要学习很多。对，这些佳丽每一次的曝光呢，虽然看着很美丽，但也或多或少都会伴随着一些丑闻来曝光。那今年港姐到底是选美呢还是选丑呢？有时候我们还真是傻傻分不清楚。一件小背心儿穿出不同风格，不管候选佳丽们高矮胖瘦，穿上这件小背心儿，胸部瞬间丰满起来。哇塞，神奇小背心儿比魔鬼内衣还要有效。